哇！什么？蚱蜢。去海边。我刚刚正想讲去海边。我觉得好朋友的定义是你不会感到尴尬，然后就算安静你也不会觉得不舒服，不会常常见面也没关系，可是一见面就是会有非常非常多事情想要跟对方分享。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，不管是拍悲伤之前或是拍完悲伤之后，好像每一次见面都不会觉得尴尬，而且都会有一种好像永远知道对方的感受吧。可能因为拍戏过程中也有一些革命情感吧，就算我们都进了下一组，可是 K 跟 Cream 都会在我们心里。一二三，哇！